提升乐龄生活品质，佛光山纽约道场松鹤学院日前开班，迎接阿公阿嬷共同来学习各式各样的丰富课程，带领长者们活到老学到老，重拾青春的活力。佛光山纽约道场松鹤学院首届开学典礼，带领长者活到老学到老，鼓励他们不要被年龄束缚，快乐学习。你会拥有什么的时候，你才要活得有信心？就是刚刚我提到的，不管是健康啦、交友啦、结缘啦，甚至有人生经验。勉励阿公阿嬷们莫忘初心，一起在修持佛法中不断学习进步。综合学院融入丰富课程，带领长者舒展筋骨，学习三 C 产品使用，实践人间佛教本土化以及科技化，一起越活越年轻，充满活力，勇往直前。因为是美国纽约综合报道。